红队结束。啊、哦！小雨，哎、欸，谁啦？没礼貌哎、欸！我死了。小雨，不行！哦，我手下来了。习惯是吧？习惯是吧？习惯是吧？好凶，超凶！你真的好凶哦！小雨，不要走！让、哦、我来看喵哈路。阿基死去了。阿基被围剿了吗？没有。阿基，我来自杀了。你来自杀。还有黄队。棉花有什么地下道？水跟水之间啊？你怎么可以把它讲出来？水跟水之间、哦，我不好意思把你讲出来。啊、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可以说出来啊。啊、哦、啊、是棉花打叉滴滴吗？啊，我没打字啊。没有啊。嗯。哦，好八七，是有人打你的名字，我想说啊。好。要哈叉。那我是一个超级超级懒得在游戏中打字的人。我白痴哦、喔！我刚刚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摇杆瞬间坏掉的感觉。我激动到把我的摇杆推下去。猫很正常啊，不是喜欢把音乐的开关被打开了。对啊，他今天突然开关被打开、欸。对啊，我从他今天看到他在玩 Pokemon 在那边吸，就不知道在干嘛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今天抓宝不顺是不是啊？抓宝不太顺啊，一直丢不到，你知道不到啊？他今天在那边吸，吸，我不知道在干嘛。你们吸什么东西？然后我对啊，一直吸，直播还听得到第二次声音，气死我了！就各种吸，你知道吗？各种吸，吸上瘾了。对啊，哇，他也太高了吧？在哪里啊？你们看头上，头上真的看头上，哎，不是他啦，另外一位啦，哪一位？还有啊、哦，哪一个？哦，头上，好哦，头上，好好。我刚刚其实想躲在那水管里面的、欸，可，哎、欸，这水管好像还不错、欸，对啊，剩下尾，哇，你躲在是哪里啊？上来啦，这个小皮、嗯，小调皮，还有个绿的，这个小调皮，你们掉到虚空了。哦，哎、欸，1B1B耶、欸！哇，反杀哎、欸！可是有一个在底下，是不是、啊？加油，音乐加油！底下那个没有在蹲的样子，是不是？我们的最后希望没在蹲的吧？我们的最后希望靠你了。他在移动了。哦，对耶，他是我队友，加油！哇，直通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玩的哦。哦，他下去了。他去哪？那个水管下去了。哦，原来水管是这样用的。直通下去。对对对对对。哇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啊！死了，累死了！哇，剩两个 Kevin， 我们的最后希望。哎、欸，对，两个 Kevin 哎、欸、，Kevin 会赢还是 Kelvin 会赢呢？我哎 ，Kelvin 会赢。有一个 Kelvin，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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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vin， 哇，他射他的脚底了。他在玩 Fortnite 吗？哈哈哈！掉下去了，啊，掉下来了。哇，血量，哇哇，好多哎！哇，我的队友好猛，好厉害哦！五连胜了，太扯了，一步做坏啦，太扯了，一步做坏啦，坏掉啦，多冷吗？我好猛啊！那要来玩什么呢？还有什么平常没玩过的、啊？你们有玩过《星际大战》吗？没有，没印象。那时候有版权吗？好像有，好像没有、啊，没有吧？可是之前我、那个、音乐不知道有没有。没有，他的音乐是他自己弄的。哦、应该没有啦、嗯、要不然巧克力早就被抓到爆炸了。噔噔噔，那你要玩吗？来啊，去一下，去一下，去一下。我先找一下他在哪，我太久没玩了。好，他在哪？他在这个大厅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哇，这个五名玩家，五名玩家太少，哇，没有啊，十八人表示那个我们可以跟观众同了啊，下载才直播，哎、哦，是我以前的吗？对，很久了，蛮久了，玩过了，
怎么玩？他会分两队，一个是进攻，一个是防守。那进攻就是推那一只、欸。有没有玩过那个斗争特工？嗯，欸、推车子，推车。好，这样就懂了。红色是进攻吗？还是防守啊？哎、欸，是因为我没有用一点八关系看大家拿东西破图，蓝色。嗯，材质包关系。我1.13.2看到有载材质包。我也是有载材包，可是载完有一些方块是破图。啊，我不能打这个是不是？哪一个？那个小小、哦那個。你们蓝色的就是要推那个车车，你们只要站在车车附近，它就会往前进。不要、哦。然后红色的就是尽量杀死蓝色的。你们安内哦，救救救！我死了。救啊！救！救啊！这重生好久哦，真的。啊，然后他好像有最右边，你死掉重新来可以选职业。赏金猎人，别推了，别推了，别推了，别再推了。是下一次死掉才会变？对，下一次死掉。有了，有了，救！别推了，别推了，别推了，不要再推了。不要再推了！就射一个火箭筒！啊，那个嗡嗡嗡，耳朵好痒哦！哦，那个叫什么？那只咖啡色的超痛哎！嗯，嗡嗡嗡嗡嗡，那个僵尸吧，近战的那只。嗯，哇，重生好久！这炮台是什么鬼啊？后来就是那个车子，哦，没有，可以，我可以设定炮台帮忙打。哦，你那只的角色的职业啊。哦，好酷哦，耶、yeah ！所以是四分钟要推完四个点，还是四分钟推完一个点啊？四分钟推完一个点吧。哦，因为它点蛮长的，我记得。可是现在已经60%多了。对啊，这个点的60%哦，有四个成长点呢、啊。原来如此，放炮来，快了啦！他们前面那个蓝色那一块就是他们要推到的点，快推到了，快推到了，不行，还得累赛，这样不行。啊？为什么我在旁观呢？对啊，就你是中间有正在重生吗？有，刚突然旁观了一下。然后我忘记你按 tab， 其中一个数字是你的死亡次数，一个次数是你的杀人次数。前面、啊、我猜应该是前面是杀人，啊、因为我是03，死掉了。为什么是小雨头啊？也太好笑了吧！小雨头，那个小雨的机器吗？啊，对啊，这是星际大战。我刚看到小雨的头在飘、欸，哎、欸，我也看到了，我觉得，哎、欸，小雨你吃一颗头、欸，哎。是一颗头，是一颗头，炸弹吧？他好像是写炸弹。哦，怎么让你们得逞的？怎么可以让你们得逞？哇，有人把那个弟弟哇！我直接被砍两刀就死了、欸，不同那个差好多、哦。那个咖啡色那个吧，躲啦！啊、我要换职业。我杀得很爽說，说11杀哎！我刚好看到你在那边。哎、欸，以前没有中文哎、欸，我玩的时候。哦，应该是后来加的。对，后来加的。哎、欸，快推到点了、啊、！No！ 白星不要打我！哦、我打你什么？我在射上面的 NPC 啊！你敢打到我？打死了！啊！要推到，要推到啦！哦。第一个点，啊，推到第一个点，有，他们推到第一个，啊，是啊，等一下，我重生了这个点，我不会走过去啊，因为我是新的点啊，我迷路了，我聊天室又卡住了吗？没有子弹了、欸，怎么这样？还是要风暴兵好，风暴兵比较猛，冲啊！他们竟然从我们家出来。怎么从后面出来啊？因为推到新的点了吧？推到新的点，我们家变他们家了。哦，所以我从哪边啊？哦，看到了，哇，你们好多人哦。哦，是没人讲话。小雨杀了我。
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干嘛。小雨好凶哦。所以只有我跟小雨是进攻方吗？应该是吧。好像是。好像是。小雨好凶哦。啊，要死了！可恶！我真的有杀那么多人吗？没有啊。那看，你杀了七个哎，七个很多啊。很多哎、欸，重点是繁星杀了16个，太凶了吧，凶巴巴！哇塞，小雨就杀了我，哇太会了吧，小雨很会、欸，你看下面一整排都蓝色杀红色啊，啊，怎么都蓝色杀红色啊，太凶，没有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好，感谢礼物。不要！什么装甲包可以拿啊？啊，又死了！不能拿装甲包。没有装甲包可以拿、啊。我刚刚看到有人发射一个炮弹砸草丛。哎呦！耶！繁星挂。你完了，就射你一个。不要射我一个啦！就只打你一個。哎呦！放炮台！我要死，我要溜了，看不到路了。丢！我的队友都不打那些 NPC 耶、欸。NPC 的伤害比较少。啊！打！我死了。哪里在哪里？嗯。到底我在干嘛？就是一直就对，我看到繁星头，还有旁边还有小雨头，哎，对吧、啊？厉害吧？可是我没有什么那个啊？什么小雨头、欸？可是我的没有什么技能啊，我的就是丢那个手榴弹啊。还是那个就是你的手榴弹？真的吗？不是吧？哎、欸，月在后面头头那个，为什么我急杀了我自己啊？你怎么杀自己的？杀了自己，都不知道。你怎么杀的啊？我刚突然看到一辆球，有另外一个小雨吗？为什么？超吵的，他怎么换职业啊？啊，你要先选哦，然后你死掉以后就可以换哦。我要进站喽。好，好。进站的缺点是，首先你要靠近，你要有办法玩过啊？对，他有加速啊，玩过、啊、有，他有加速，对啊。还有一分钟撑住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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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
撑住撑住撑住，车子有没有撑住？车子有没有撑住？有哈？没有没有，车子没撑住，再撑再撑一下，还再撑一下，再五十秒撑住，不要推了。五十秒，不要繁星啊，杀星啊！赶快补一下，赶快补一下位置。小雨，干嘛？好凶猛！干嘛？三十五秒，三十五秒。好 ，biu biu biu， 不能推，不能推啊！不能推了，不能推。推啊！冲啊！伙伴们，推起来！冲啊！不能推了，走后路了。不给推！哎呀，好痛！啊！
近战，可恶，近战！挡住，挡住，不让他推！挡住了，挡住了，不推，不推！十秒，十秒，十秒，十秒！不行，九八，挡住！一啊！挡住，挡住！四三，有了，有了！又瞄他！耶！右手方，好难哦！那进攻方很难，进攻方真的很难，超难推。所以我们要不要来选一次，全部都进攻方？怎么选啊？我不知道怎么选。待会进去后可以选。哦，好啊，那进选一次啊，我们选一次。那我们就全选进攻方。好，我现在看到一大堆那个推车的车子。我还在卡哦，好了，好卡完了，都卡完了吗？完了。不喜欢。我在外面。我还在外面，我还在卡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我点了。感谢礼物。怎么选？没关系，我待会看。